下一首歌也会唱吗？这首叫《海上的人》，都会唱吗？好，我们一起唱这首歌。想要借大家的手机，我们可以拿手机可以帮我把那个手电筒打开吗？我想要帮海上的人，让他找到他回家的路，也是灯塔。那我是海上，那帮我拿起手机，然后点亮你的灯，点亮你的手电筒，对吗？我们在这一片海上面找到一道光。那海上的人很常不回家的原因，是因为他想要一个人多一些自由，他想要有更多的空间，然后也或许他就想休息。但常常两个人有时候会觉得靠在一起才是爱，那这对情侣他就会受苦。我就写了这首歌叫《海上的人》。啊，大家等一下，我们唱到副歌的时候，把手机拿起来，好不好？耶、我们一起唱这首歌，准备好了吗？我们来喽。你曾说两人会走到同个路口，不需要牵手，命运会轮着我。当北风吹来，你又撑起了船帆，消失在云海，不再眷恋的我。哦，海上的人啊，你还要几次漂泊才能到达你所向往的自由？收起我。哦，海上的人啊，一个人度过寒冬，我的温柔可让你不再颤抖。哦，海上的人啊，迷恋着夜晚星空，你不需要我港口里的灯。哦，海上的人啊，如果你真的要走，写一封
如果你真的要走，谢谢。